它这个除了与那个这个黄色的标签要与这个胫骨就是这个地方嘛，你做一个屈腿，做一个背屈的动作，你先做一个背屈的动作，对，背屈动作翘起来，在中间这个骨头就是胫骨，这个黄色的标签呢就是要与这个胫骨对齐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关键点啊，做一个屈腿的动作，这边有一个骨头凸出来的，就是腓骨头嘛。我们的电极片呢，要贴在腓骨头以下一个拇指这个地方呢，一个拇指，对，就这个位置。好，等下我们的电极片第一个关节点，好，可以拿出来的腿，与胫骨对齐。然后这边呢，要覆盖住这个腓神经那个腓骨头，就是以下一个厘米的位置。好，先戴上去。可能要往右边一点呢，你这个太偏了一点呢。对，可能往右边一点。好，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现在，那我调到20了，它就已经有背屈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，那不需要再讲了。我先发给你们，有问题的话咱们再聊。关键点就是这个地方，我可以打开给你看一下。先等一下啊，先暂停一下，先暂停就可以了。你打开给你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电极片呢，刚好把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腓骨头找到一个拇指以下。这个位置，把这个位置覆盖好，那就这个地方覆盖好，行。